Hey, 大家好，我是阿雅。这一到过年呀，擦玻璃都是一件既费力又麻烦的一项大任务。那今天阿雅就来给你们分享一个用生啤酒擦玻璃的小妙招，操作简单方便，玻璃擦的还倍儿干净。首先，咱们准备两瓶啤酒倒到盆里，再往里面挤点牙膏，搅拌均匀。牙膏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而啤酒除了可以去污，挥发性还好，不会在玻璃上留水印。然后咱们再把准备好的一张报纸直接泡在里面，报纸吸水性好，不掉毛，而且报纸上的油墨还可以使玻璃更加的光亮。最后用一张干报纸把泡好的这张报纸直接包住就可以了，这样咱们就可以用它来擦玻璃了。大家看，玻璃很快就擦干净了，而且真的一点水印都没有。